是不可貌相。你敢知影野菜竟然会当变化出这么侪款的美味？时间到了，出产剑笋的时候，他就会打电话说：“我要吃剑笋。”较早摕来教育囡仔的工具，原来是一出带刺的温柔思乡味。全台湾敢若家家有的地含导游，究竟是唱着什么款的智慧？啊，这个、导游店哦，甲即马，你即马伫甲讲话的时阵，就已经剩我一间啊啦。你毋捌注意过的美食，其实就伫咧你的身躯边，深入花莲。找出上古早天然的公派台味，请锁定这礼拜的《咱的城》《咱的市》《咱台湾的味》。